bien placé. Mes relations sexuelles ont toujours été désintéressées. Le seul avec qui je. 曾演过多部电影的法国知名性感演员苏菲玛索，2002年执导第一部电影就获得蒙特利尔电影节最佳导演奖，戏剧实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或要担任2015年坎城影展评审的他，日前在出席电影首映会时，竟大胆撩起米白色连身裙，白白又嫩嫩的大腿整个一览无遗，皮肤保养得可真好，丝毫看不出他已经有48岁了呢。裙子里面的小裤裤想当然是被摄影大哥捕捉个精光，肤色小裤裤猛一瞧还以为没穿一样，不过是有穿的，不然摄影大哥就真的要大喷鼻血了。不过这可不是他第一次露底裤了，几年前苏菲玛索同样也在坎城影展豪放地秀出底裤颜色，当时他身穿一袭紫色洋装，蕾丝连身衣透出白色性感腰间小裤裤，看看后面的摄影师们快门可是不停地猛按猛按猛按啊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